大家好，睇下物仔哥哥同物仔弟弟做紧乜嘢？佢哋系帮我做紧啲家务啊！今集我哋会讲下小朋友做家务。过咗嚟英国生活之后，物仔哥哥同埋弟弟其实帮咗手做好多嘢。咁其实咧都冇谂住话一定要佢哋细个开始做家务或者点样做家务。不过咧日常生活呢啲事情开始慢慢做起咧，其实都发觉佢哋几叻噶。细细个咧都可以开始做好多家务。你睇下物仔弟弟咧，而家就喺度帮手搣菜，咁佢就会一块一块咁帮我搣出嚟啦，好小心咁样。冇整烂佢哋搣好啦，咁有时咧佢自己又会一路数一路搣咁样嘅。一执咗嘅起，系啊，要洗咯。搣咗一半，好大半。嗯，摆入去啊。好。另一样咧，物仔弟弟就会成日见到我洗米，因为晏昼饭嘅时候咧，通常都会煮饭，咁佢咧都会尝试帮手，咁当然就会俾佢攞个筷子咁样撩下啦。虽然只系得两岁四个月，不过咧其实都有啲好简单嘅任务可以俾佢做噶，例如呢度就可以将啲蘑菇拎过去。喺一边嗰边拎啊。系啦，铺喺嗰边。即刻去洗手。系啊，一阵洗手，唔该晒。到四岁嘅哥哥咧，咁佢就有一把小朋友刀，咁就可以开始帮手学切嘢。摘咗个大蘑菇翻屋企啊！唔系，快啲帮手切啦！打开翻个蘑菇先，大蘑菇，哒哒哒！大布攞开，哒哒哒哒，睇手指啊，望住啦！睇手指啊！除了日常准备食材，他们都会帮手整下蛋糕，装饰下，整下姜饼人，做一些简单他们能够应付到的小任务。如果好像这些这样有一个小的蛋糕啊，或者面包啊，他们都可以拨些东西上去，然后呢那些是 yogurt 来的，再放一些生果上去装饰。那你看到其实他们好像玩这样，又拨下又动下，然后又装饰下，还会偷食下。其实他们呢就觉得很帮到手的了。所以呢，小个帮手入厨做厨房东西，做食物上的东西，其实只要是将步骤简单，一步一步清楚地告诉他们做哪样先，然后在旁边看着他们呢，基本上他们都做得到的。然后咧教紧佢用边一个模式，咁你就可以帮手开机衫去洗噶啦。
准备好自己，准备好彩排，好了，开始了。听下我先，等你，我打开啦，等你啊。咁当然除了洗嗰下之余，其实都会要佢尝试帮手拎啲唔算太重嘅衫。洗完之后咧，佢哋都会开始尝试帮手晾衫噶。但系真系试过俾佢哋自己做嘅时候，可能咧啲衫都会潮潮地，咁都仲要继续教佢哋。但系咧，佢哋好愿意做，因为咧当佢哋觉得自己帮到手嘅时候，其实佢哋自己都会好开心噶。虽然弟弟你见到佢行下行下，然后转下转下。跟住又讲下笑咁，不过其实咧，佢而家咧可以将啲物仔配对啦，识得分一对一对啦，哥哥咧就帮佢夹入去啦。摄入去啦，细佬。喂，摄入啦。我夹多一只手啊。咁一啲基本可能对接条裤啊，再接上去啊，袜咧就分一对一对咁样咧，佢哋两个都可以自己做得到。咁可能咧之后就帮手接靓啲啦，同埋分翻类，咁佢可以也喺度接啦，你就会见到佢哋就系咁样自己尝试。系，唔该。整翻平台铺包。咁咪即点？系咪觉得接得唔靓啊？我哋当时嚟到嘅时候咧，其实都要整啲家私啦，佢哋都有帮手噶，同埋咧仲有帮手清洁我哋嘅新居噶。咁爸爸咧就从旁指导佢啦，教佢点样做啦。咁佢就慢慢慢慢跟住自己试下做咯噃。见到哥哥咁样做咧，其实弟弟都会拎起嗰个地拖尝试自己拖噶。咁当然冇哥哥拖得咁大力咁干净啦。抹好啲入边啦，唔系啊，我哋咁求其噶。我唔抹咖啡机，起身。抹好啊。好啦，我哋嚟睇翻哥哥抹嘢啦。哥哥抹嘢咧系仔细过细佬嘅，虽然都会有水滴。另外一样简单嘅家居任务咧，佢哋一定要做就系收拾自己嘅玩具，因为好细个开始咧，已经话俾佢听自己嘅玩具自己系要收拾噶。每次玩完每一样咧，佢哋都会自己识得要收拾好自己啲玩具，放回原处。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头先哥哥收嘢嘅方法，可能已经识得将同一类嘅磁石用具收好啦，但系弟弟就仲系就咁将啲嘢收埋入个箱度。但系其实如果能够收晒入去摆好，咁我觉得对于两岁几嘅弟弟嚟讲咧，都已经系做得好好噶啦。所以其实只要按翻年龄，按翻佢哋嘅能力，俾啲简单嘅嘢佢哋日日开始做下，你又赞下佢，其实佢哋会好乐意继续做噶。好香噶，甜啲。收翻入去啦，系唔该细佬。沙煲冷餐咧？沙煲冷餐啊！我夹住咗食嘅啦。系夹住咗你只，得咗你只。帮手帮手，收碟啊，细佬，收碟收碟呢度。沙煲冷餐。收碟，唔该晒，啦，唔该晒，系俾佢，俾佢啊，俾佢，俾少少佢，哥哥唔该，哥哥手挂翻起，系啊，挂唔挂到啊？挂得翻，挂翻落去，帮帮佢，帮帮佢，哦，等佢自己嚟啊，哥哥你把沙煲拉开。
得啦得啦，哥哥。嚟呢度呢度。嗯，好，下边咧收不冷餐，哥哥。哥哥，唔该。收好未？未。好。嗱，我写啦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写啦，开始。我都不懂，我都不懂。好啦，得啦，唔该晒，收翻好啦。装翻个桶，装晒啲水。嗯，好。都暂时喺我哋个洗手盆。OK， 好啦，洗好未？收好晒嘢未？因为我哋个洗手盆喺 Amazon 度买。嗯，好啦，收好。OK， 好你做緊乜嘢呀？唔該曬。因为屋企有只狗，佢哋都会帮手照顾只狗。例如晒完蛋之后咧，细佬而家识得搣蛋，就可能帮只狗搣鸡蛋壳，然后咧就会摆落佢个兜度俾佢食噶啦。先，先嚟，爸爸要企，爸爸。嗯，好好食。爸爸，揸揸四蛋，揸四个啲，系啦，揸揸住呢个。爸爸用咩整噶？西蛋。用咩？叫斯文啲。慢慢喂啊，斯文啊。我想我等下陪你留翻两个妈妈同细佬喂。斯文啲，唔系唔紧要啊，唔可以啊。细佬见到我哋喂我哋只狗，佢都想试噶。摸摸佢啦！训练小朋友做家务，其实需要俾多啲机会佢哋，清楚讲好啲步骤，按住佢哋年纪，其实慢慢佢哋就会掌握得到噶啦。下集见。